大家晚安。很感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音乐会的现场。就是我们第一首乐曲呢，它主要是巴洛克时期的。那其实早期巴洛克时候的曼陀林不是长这个样子，那它有分成两种，就是拿坡里式跟米兰式。那米兰式的曼陀林是有12条弦，有6组定弦，比现在多。那我们现在用的曼陀林呢，是拿坡里式的曼陀林演变的。那第一首乐曲，它是做给曼陀林二重奏。那其实它总共，这个作曲家他是拿坡里出身，他总共做了3个组曲。那这个是2号的作品。那因为他的那个他出生的日期正好跨在巴洛克时候的音乐跟古典时候的音乐，所以他的这个作品第一乐章跟第二乐章就比较像巴洛克的音乐，然后第三乐章就比较古典乐派的感觉这样子。那我们先欣赏还有那个巴洛克时候的曼陀林的技巧，它比较少用到 tremolo， 就是真音，它都是单音比较多。那等一下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谢谢。